OK， 我的名字叫庄秀菊，我来自中国。 OK， 之前呢，我是在南费城南费城那边开一个中国餐馆。那由于那边的位置比较狭窄，所以说我们搬到我们一家人都搬到了这五街来。之后呢，认识了Stephanie，就是五街的这个专门帮忙商业的这个统筹的一个部门。 然后呢，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帮助我开业，帮助我，所有的外面的像这些 sign， 这些招牌的设计，还有这些墙壁的设计，全部都是Stephanie帮助我的。然后呢，牡丹园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是来自中国，那对于我个人，我是非常喜欢花的这一个品种。那牡丹呢，是我们中国的国花。 所以说我就以这个以命名来做我们的这个店的名字。是的 ，OK， 因为我们的名字叫 Peony Garden， 所以说呢，因为对于花类的，所以说我肯定会在墙壁上面画一些花来代表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的名字是相对应的。然后至于这些的床啊，这些山。 这是好像有点像中国共有的一种特色，那个是像一样塔一样的，就像一个中国的一个塔。然后呢，像这边花山啊，就有水啊，这很像一个中国的体系。所以说，从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体现到这是一个中国餐馆，这反映出一个中国的一种特有的设计。 所以说我很喜欢，那当时呢很多的图片有跟我去选择，但是呢我对这一套的选择还是很满意的，谢谢 ，Thank you。 对于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在做这个绘画的时候，我就有考虑过，然后呢，等绘画一结束的时候，我想这个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 将心比心哦，没有人会看到这么漂亮的一幅图画，你还有忍心去给它涂鸦过去？显然这五年过去了，五六年过去了，我的考虑这些都真的成为现实了，没有人去涂鸦它。 是的。 我们这个绘画现在在我这个店里是成为了一个标志，然后呢，我想在这个在五街这条街上也是成为一个坐标，因为呢，每个人打电话的时候会说啊，你的外墙是有那个绘画的那个店吗？因为这一个就是成为我们店的标志了，人家是通过这个店来了解，就通过这个绘画外墙绘画。 来通嗯，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店啊，是就关于中国餐馆的一个店面，所以说是这个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的，是的，谢谢。嗯，呀，好的，嗯，我是在2015年左右。 在这店面外墙上面涂绘画了这一个图纸，相对于来说是有一定的改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店是关门的，然后呢之后我们接手了这个店，那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是没有生意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进行了外墙的改观，然后呢就画了这一幅大绘画，由于画了这个外墙的改观是。 肯定会帮助你生意会提高的，谢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OK， 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来这里哦，嗯，对这边五街的文化我是一点的都不了解。然后呢，后来去费城的市中心政府部门。 然后呢，他们介绍了 Stephanie， 那介绍 Stephanie 给我认识，然后呢 ，Stephanie 就帮助我，不管说从外面的改观，还是在店内的怎样一种设计，全部都是 Stephanie 帮助我的。
从前面啊摘了一些树啊，怎样去改造这一个，怎样去提高这个生意。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都没有生意的。然后呢Stephanie 帮助我了非常非常的多。从黑板那个招牌的设计，还有这些 sign 啊，怎样 pen make 啊，全部都是 Stephanie 一手一手的手把手的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五街这个部门 Stephanie 帮忙帮助我，不管是怎样的都非常的感谢他。从他会教会我怎样在这五街更好的去经营这个生意，去更好的去跟邻居去交流这些感情啊，这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2020年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我们由于疫情的原因关门了整整3个月。然后呢Stephanie 呢还是坚持不懈的，因为没有了收入路，对于我们家来讲开这个店是我们所有的收入。然后呢由于这店关门了3个月，我们很多东西都没办法付钱了。然后呢 Stephanie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花了很多个连接给我，帮助我去申请政府的那些补助商业计划，是真的帮助我度过了那个非常的时刻。要不然哇，我现在真的是很多很多的loan 啊，很多很多贷款我全部都没办法付。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 Stephanie， 感谢这个五街的互助商业互助小组，真的谢谢他们呀。所以谢谢。This is my Peony Garden 的中国餐馆外卖店，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来试品尝我们的特色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Thank you。